荒原上突起的存在，是现存规模最大的西夏文明遗址。700年前，西夏王陵曾是一片宏大整齐的建筑群，这些黄土包原本是贴着琉璃的宝塔，土堆表面星星点点的洞是外部结构和夯土连接的痕迹。今天的到访者无法目睹他们建成时的华丽外表，却仍然可以见证一个消失王国与贺兰山并列在一起的气魄。